日本潮流品牌最近在尖沙咀開設主題咖啡，是繼上海和馬來西亞之後的第三間海外分店。店內有賣品牌的經典服裝和時尚精品，粉絲一定要來潮聖啦。BAPE CAFE 的設計，迷彩沙發和迷彩餐桌都充滿特色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